dancing in the sky. 小飞喵果然又有英勇的事迹，当然再次荣登我们人气排行榜的第一名。他的人气只能到今天为止，喵！我一定要打垮科学小飞喵，喵！今天一定要成功，立志成为英雄的喵，展现出坚定意志及气势，用超强的拳击姿势，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的喵。可恶可恶可恶！小飞喵算什么？我马上就让他见识我的厉害，喵！喵！喵少爷，你真厉害！喵喵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我可怜的喵少爷，包在我身上。可儿，怎么回事？你好像很苦恼的样子。怎么样才能让喵少爷成为英雄呢？可儿，你的眼光还真奇怪。因为喵少爷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明白了，不过光是凭喵现在的身手，可能永远都当不了大家的英雄吧。同级，是，你们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，要不要去拜托一下河马老师帮忙呢？卡吧。这是个好主意哦，好吗？哦，真是的，可儿老是这么心急。可儿真是太用心了，卡吧。老师，拜托你了。来了，欢迎欢迎，我就是芭蕾舞名人河马老师。不过我的训练可是很严格的，卡巴，要有心理准备。什么？芭蕾？来来，请进请进。喵喵。只要穿上超级一流的设计师花塞尔设计的舞衣跳舞的话呢，绝对能够成为人气超强的偶像明星哦。我是歌唱名人，我是鸟老师。只要能成为专业的歌手，鸟少爷一定能成为偶像明星。好可爱哟！喵啊喵，真的吗？喵。另一方面，镇上的孩子们正在为祭典的表演节目特别加强舞蹈训练。一首最精彩的最后旋转。哇哦，不愧是我们的班花喵子，动作好漂亮啊。喵舞，你还学不会旋转啊？这个动作简单的说就是看平衡的问题。起来。哥哥，你振作一点要不要紧？喵舞，正式表演的时候你可要好好跳哦。哇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这个现象以我的判断很可能是地震的前兆。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，大家快点躲到桌子下面。别啊。根据我的研究，这一定是住在地底下的鲶鱼。老师，哎呀，这阵天摇地动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声音的源头是什么？好像听到有人在喊救命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？连说话都没有人听到。
哦，喵好。哎，大猩猩！我也要跳舞，咚咚咚跳舞！大猩猩，你可不要妨碍喵少爷我跳舞，光是走路就已经够吓人了，快点回山里去，乖乖睡大觉吧！喵！我也想跳舞，咚咚咚跳舞！我也想跳舞。大猩猩是森林里最大最有力气的大块头，只要打倒这家伙，喵少爷我就可以变成英雄了。要是你再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要用喵少爷的飞拳把你揍扁。喵，等等等等，不可以用暴力呀。喵，我要跳舞。你这么想跳舞的话，喵少爷我倒是可以教你怎么跳舞。喵，等你学会我教你的漂亮舞姿，森林里的朋友都会对你改观，喜欢上你哦。喵，真的？我从来不骗人的。来来，我带你去我们准备好的舞台吧。喵，请跟我来。喵，真是奇怪，刚才我明明听到这里有人发出求救的声音啊，为什么没有人呢？奇怪了。听好了，大猩猩，你要照我教你的跳舞。喵，来来来，放轻松，先把两手举起来。嘿，好，很好，好，再来举起你的右脚，对，右脚，再来举起左脚，哎，左脚，再来双脚举起来。喵喵喵喵，成功了。喵，太棒了，喵少爷，你们看到了没有啊？怎么样，如果打倒了大猩猩，我的元气一定会直线上升。喵，喵少爷大英雄，好痛啊，你这个家伙居然敢耍我。喵，喵，别逃啊。喵，喵，喵，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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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那里有人在求救了。嘿嘿嘿，你们活该，看我大猩猩跳舞。咻，喵喵喵喵喵。你是谁呀？也是他们的同伙吗？不要多管闲事哦。只要听到求救的声音，不管是谁我都会来救他。等一下，等等等等。不要这样，大猩猩，不要再吓他们了。怎么样，这下子总该投降了吧？就算我喊救命的话，也不会有人来救我的，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才行。对了，也许那招有用，我来试试看。小飞喵变身，快速旋转。大猩猩的头好昏啊，你的力气真大啊。你不可以再欺负弱小的动物。我知道啊，哎呦，其实大猩猩只是想跟大家快快乐乐跳舞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好，那你跟我一起跳舞，在这么大的天空不会造成大家的困扰的，你就痛快的跳吧。其实你很寂寞，对不对？你只是想要跟大家快快乐乐的跳舞，对不对？大猩猩，你的心情我了解。真不愧是小飞喵，哎，他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哦，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好好的装饰小飞喵的面具跟披风啊。小飞喵真是善良的英雄，这一幕好美，真令人感动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喵少爷我怎么可以输给小飞喵？喵，我也要跳给大家看。喵，好痛啊！真贵天喵少爷！哇哦，人气排行榜第二名，居然是大猩猩哎！再来第一名，
当然是小飞喵了。给我等着瞧，喵少爷我非爬到人气排行榜第一名不可。喵，好了，喵果然还是当不成偶像明星，更当不了大家的英雄，他的梦想再一次的破碎了。接下来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绝对是波涛。